有一场是需要张国强往我脸上扇一巴掌。一开始 KK 他也不太好意思，后来可能发现前面这个小孩怎么一点情绪都没有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可不可以给点劲儿，让你有点感觉啊？”我可能当时我也 NG 都烦了，我直接跟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师傅，你就真的一巴子，你就一巴扇过来嘛，没关系的啊。”没想到这一条足足拍了九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到了第七八条的时候，好像真的是有一点情绪来了。好在第九条的时候过了，不然我想导演会亲自下来去扇我那第十八掌。